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诵经持咒的修行意义。我们都知道佛经是佛说的教义和修行的方式，也是佛弟子们修行的依准，所以呢，佛教寺院跟一般的佛教徒都把早晚的诵经持咒当作是非常重要的功课。也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早晚课中诵经持咒的意义，那么我们才能够掌握到修行的原则。现在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就这个问题为我们做开示。在民间相信呢，是诵经是来超度亡灵的，持咒啊是求感应的，这个是啊在我们中国的民间信仰已经呢很久以来就是这样子的认为。其实是啊似是而非，诵经呢持咒啊，我们知道经是佛说的，佛对的不同的对象，也就是不同程度的对象说不同程度的法，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呢，他说出啊不同的经典来。那每一次的谈话，也就是每一次的开始啊，把它记录下来呢，就变成了一步一步的经。有的经就几十个字，有的经长到啊有几百万字，有几十万字的经，有几万字的经，也有几千字的经，也有几百乃至于只有几十个字是一部经。经是给谁用的呢？经是佛说给弟子们用的。弟子们用它来做什么？用它来修持戒定慧，修持戒修定修慧的，而是让听到佛经的人来照着去做，或者听到佛经的人知道诸佛菩萨是怎么修行的，罗汉们是怎么成为罗汉的，佛是怎么成为佛的，那我们众生为什么要学佛，是不是也应该要成佛？这些呢，都是从经典里面呢告诉我们的。佛经相当的多，因为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他说法说了49年呢，他不断地、不断地在说，因此呢，留下来的经典就相当的多了。所以经都有它的意思的呀，还有都有它的程度的，还有都有它自己呀，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特色的，这是因为它的对象不同的关系。这咒是什么呢？咒啊是有佛说的，也有啊菩萨说的，也有鬼神说的。咒的意思啊叫做陀罗尼，它的意思叫做总持。总持的意思呢，就是把某一个法门呢的力量全部啊含摄在这一个几句话里头，或者几个字里头。那么菩萨，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有观音咒，地藏菩萨有地藏咒，那么药师佛有没有药师咒啊？有。普贤也有普贤咒，文殊也有文殊咒。那么这些咒就是代表着啊这尊菩萨这尊佛他的全部的功德全部的作用，所以叫做总持。因此持咒啊就是等于说把这一尊菩萨或者这一尊
佛的功德呢，反复不断地在口头、在心中在复习。这个有什么用呢？当然有用。我们不是会叫大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吗？请问诸位，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等于咒？是，这是阿弥陀佛的圣号、符号。那么那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咒呢？是。不过呢，在印度的梵文译成了中文，我们往往就不叫它咒了。其实在梵文，像阿弥陀佛啊，就是梵文，是咒语啊。但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汉语，如果不断地念它也是咒。如果说有个四天王，他有个四天王咒，我们念这个咒语就是代表着四天王的功德。那我们再讲念诵经呢有什么用处。诵经呢相当于我们呢拿的一面镜子来做什么？来照我们的面孔。我们的面孔呢上面脏了，一看镜子就知道脏了，没有镜子我们不知道面孔是脏的。因此诵经就是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缺点，需要改进的是什么，应该照着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我们的行为像不像经典里边呢所希望我们那样子的？这个诵经第一个。第二，诵经可以入定。诵经不一定啊要知道它的内容，内容知道几句也很好，不知道的也不错。你就是诵经的时候把你的心啊能够安静下来，也是修定的一种方法。什么人都帮不到你的忙，菩萨能帮到你的忙。什么人帮不到你的忙，佛能够帮到你的忙。那这个要持咒咯，就是念佛号咯，念菩萨名号咯，像这样子的功能，这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是啊我们每天有事没有事都应该要有课诵，要诵经，要持咒。养成习惯呢，我们要求感应的时候感应就来，不求感应的时候感应根本就在我们旁一起的。我相信这样子讲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还是要常常诵经，常常持咒。